们看这一题，先看第一小题，它说三的十二次方等于九的 n 次方嘛，那 n 等于多少？这个九就是三的平方嘛 ，n 次方，那二拿出去嘛，所以是三的多少呢？二乘以 n 次方，二 n 次方，也就十二哈是等于二 n， 那这样我们就晓得哈，这个二 n 呢等于十二嘛。那 m 就等于多少？等于六，所以第一题是六了。那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个是二的平方嘛，所以就是二的平方的平方乘以多少？八是二的三次方的三次方，那、啊、乘以多少？十六是二的四次方，哦，四是十六的五次方嘛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二的。二乘二嘛，四加三三得九，加五是二十，所以这是二的多少呢？这是三嘛，所以是三十三次方，哦，十三次加二十就是三十三，所以这个等于二的 n 次方嘛，所以哈、哦、，n 就等于多少 ？n 就等于三十三，所以这一题 n 是三十三。